国家大旗局，我系你嘅替工，唔系暂时嘅替工啊，几乎讲咗永恒添，已经冇永恒。我系你嘅暂时替工，替到下个礼拜日啦。咁系啦，咁唔知几时再会喺呢个频道见到大家噶啦，因为咧我自己都忙。咁希望文俊卿身体健康啊，咁啊翻嚟主持大局，因为咧我带唔到 view 俾阿文俊卿，因为始终到咧我自己本身咧有啲嘢会重叠嘅，我想尽量唔重叠，但系冇办法，即系有啲嘢即系好似平时咧我自己做12条片一日，跟住夜晚做直播，或者咧我有阵时咧我会做到16、17条片，但系兼顾咗。国际大棋局咧，其实咧我日日都唔合格，寻日唔合格，前日唔合格，再前日合格，跟住再前日又唔合格，即系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嘅能力真系差，系啊，即系我嘅能力好差，咁啊只能够尽力啦。今日假期，咁但系已经12:08，我今日仲有一个。樓盤廣告要傾，跟住咧，我依家仲要做一個錄播嚇，即係我有一個新嘅節目啦，叫做《香港人說不完的故事》。咁咧之前咧嘅全貨兩集咧錄曬，咁一個鐘頭一集，咁今日咧又要再錄，咁今晚仲有兩場直播。講翻香港，香港一個國泰事件。一個所謂的2蚊車，一個所謂的專子事件，亦都大量的一些我覺得很奇怪的事發生。以前香港是不應該發生的，為什麼不應該發生？因為香港從來是一個很包容的地方。怎為之包容？即是你見到建制派對泛民可以有傾有講，甚至即使有本土派，你最勁嘅黃毓民都出咗議會，大家都攬頭攬頸，曾玉成會包容黃毓民，係咪啊？跟住你見到好多商家佬見到蕭生都會互相打招呼，但係即使喺2014年嘅雨傘運動之後。雖然建制派啊同一啲所謂嘅民主派或者本土派啊有啲衝突，有啲好即係比較激烈嘅語言啊都有，但係唔影響香港嘅和諧。今時今日影響香港和諧嘅就係我哋特區政府，每一個特首上嚟佢都會講嘅，包括梁振英。是吗？冇唐營冇梁營，只有香港營。跟住到林鄭月娥，佢一樣會講。佢話：哎呀，我哋香港唔能夠再撕裂嘅，到李家超，我哋國家安全好重要。但係呢，我哋希望香港由亂及治，由治及興。團結香港人，從來所有嘅特首、所有嘅官員都會講呢一番説話，直到今日。今日我哋再聽唔到呢種咁嘅説話，我哋淨係聽到國家安全。而所謂嘅國家安全個定義唔清楚，係咪講一句説話就影響國家安全？係咪一個漫畫就係煽動？由各個官員佢哋唔同嘅理解，跟住就喺大氣電波，喺一啲公共場合，甚至喺各方面講出嚟。其實今晚一人唔收聲都講呢個問題，不過可能講長啲。國泰空姐事件上升到辱華，我都話啦，香港人點樣辱華呢？我哋中國人嚟㗎嘛。但係你點解而家香港人對內地人或者中國人咁反感，或者中國人點解對香港人咁反感？你話俾我聽，其實呢個就係一啲假新聞、假消息。點為之假新聞、假消息啊？即係當
一啲調轉嚟講，即係文革時間，其實呢個故仔我喺呢度都講咗兩次，呢再講第三次，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冇飯食，要投靠大陸親戚，跟住大陸親戚接濟香港人，因主心態，你香港係靠我哋中國人嘅，而我哋嘅特首不為言背靠祖國。我哋要融入大湾区发展，就是我哋香港嘅未来。跟住好多人就会不停咁喺呢度宣传，喺国内嘅宣传，跟住就将香港人矮化。冇人歧视大陆人，冇人歧视你哋号称嘅爱国人士，系心态转换咗。点解？因为公权力喺中国共产党手，同埋我哋特区政府手上。他们对一些中国人的野蛮行为或者不文明的行为，他们视而不见，同等的标准基本上不会在香港人身上发生。但是当香港人稍微有一些即是说不好的行为，甚至个人的行为，就上升到辱华的行为，就是香港人普遍的行为。你看看国泰，我都戥佢惨，女外不是人，竟然为空姐呢件事4次出嚟道歉，跟住有空姐讲一啲你唔愿意听嘅说话。但係我想问你，而家翻墙就係犯法嘅大陆，咁你凭乜嘢你见到呢啲人，我哋香港政府唔会话俾佢听喂你犯法喎，包括係乜嘢，包括所谓嘅网民，大陆嘅网民。好简单，点解国安公署甚至大陆嘅网信办佢哋唔追究佢哋呢，你哋做乜嘢翻墙啊 ?VPN 系唔准㗎喎。如果你嘅小朋友你手上系装咗 Telegram, 大陆啊，所有学校要求所有嘅同学拎个手机出嚟，你有冇装海外嘅软件啊？即是话我哋见到大陆一班人佢哋所做嘅嘢，佢哋系触犯中国嘅法例而视而不见，而我哋特区政府系摆到明中国人落嚟屙屎屙尿，佢唔会话哦乜乜乜乜。见到邓炳强话点讲？哎呀，警察犯法呢啲系一小撮人啫，但系估唔到三个空姐就代表香港人。冇错，就代表咗香港人，代表国泰整体嘅服务。我哋好明白噶，佢落嚟消费要识，要我哋香港人识普通话，跟住去到惨仔，你做乜唔识普通话？咁我哋香港搭航空公司翻大陆，我哋有冇要求过？大陆嘅公司佢哋广播点解你冇广东话，呢班飞机又系由香港飞上海，上海飞香港嘅，咁你系咪嘅空姐要有广东话先？呢啲就系所谓嘅唔合理所在。因主心态，即系你而家香港人系靠我哋，跟住最新嘅就系话你香港银纸臭嘅。当然啦，佢都冇本事赚香港银纸。点解？你睇下，就以我哋嘅特区政府要派优惠俾大陆人，甚至出机票你嚟香港，人哋就觉得你而家香港唔掂，你求我。其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全部讲嘅嘢，即系习主席讲嘅斗争，每每就斗争，包括我哋香港嘅官员，你斗争系斗边个？你可以讲到明噶，你斗争斗美国人、斗英国人、斗日本人，我哋唔理。但系你嘅斗争系中国人斗香港人，
從政者視而不見，而佢哋最重要嘅就係用公權力，佢話俾你聽係你唔啱。喂，冇了解過實際嘅事實，呢三位空姐點解佢話佢笑你嘅英文？係因為你用英文去問佢啊嘛，佢咪答你咯。而佢哋一個玩笑嘅唔啱，我都覺得唔啱。但係個問題點解你唔追究所謂嘅叫做涉事者，即係話報串嗰、那個？佢違反航空規例，原來佢係明文違反航空規例，而佢得到獎賞。當呢啲嘅道德佢批判佢嘅時候，好似肥媽咁，我屌你老母咩？死肥閪！全世界都學普通話，呢啲人。是乜嘢啊？基本上就是而家我哋香港嘅所谓嘅害虫。有阵时你不得不要吉佢。点解？因为你哋就係人地大声，西瓜靠大边，跟住打落水狗。冇真真正正諗下呢件事嘅源头系点。点解会分裂到咁样？当我哋指責喂而家嘅警察犯罪率咁高嘅時候，你見到鄧炳強點講？鄧炳強佢會話俾你聽，呢啲係一小撮啫，係你煽動。但係呢三位嘅空姐係咪比例咪更小撮啊？我哋唔好講佢人工低先，人工低都可以有好好嘅服務嘅。有網上講，哎出咁低人工，人嘅質素係咁啦，唔關事。人工高，好似俾26,000。我哋特區警察結果學歷又唔使，英文又唔使識，係咪啊？冇標準，係冇標準。但係當你作為國泰嘅 CEO， 即係國泰空姐，佢講得啱，工會佢話你唔保護自己嘅員工，咁國泰即時出嚟講一句：工會唔代表國泰公司，佢唔代表國泰公司，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大學，香港大學嘅學生唔代表香港大學，所以唔能夠有學生會。原來呢個世界唔係持份者。是大家有份的，而是你最大那个决定了所有的一切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新香港和完善选举制度底下我们见到的事。只要有人提出异议，提出问题的，现在香港连民生问题都好，当人家质疑你明日大屿的时候，跟着你怎样？你煽动。当专子说你乜乜乜乜的时候，都是那句说话，你煽动。甚至你这些是恶意。从政者不是有容乃大，然后将整个香港大部分人摆在你的对立面，跟着你见到萧泽颐沾沾自喜。你看呀，好多人啊写信来赞扬香港警察啊。事实上写信来那些大部分都是大陆寄出。是不是香港会不会见到有支咪怼埋你，哎呀你支不支持李家超？我梗是支持啦，跟住支咪一熄咗，一拧住面，你老母啊。会不会好像大陆人咁样啊？而点解越来越撕裂？香港是臭的。文字嚟到香港，我都话啦，点解会落嚟屙屎屙尿，各样嘢都出嚟，无非就係咩？无非就係佢哋嘅自卑感，不见得人好。几十年我哋都见过，
有幾多人幫咗大陸嘅親戚，到最後尾跟住佢哋有咗兩個錢，跟住睇唔起我哋香港人呢啲忘恩負義嘅心態，我哋從來都見過。呢、這個唔係話單一事例，係從來都發生當中。我冇歧視佢哋，係呢個事實就係咁樣。你話俾我聽，香港人有邊一個未試過呢啲事，冇見過呢啲事？今時今日調翻轉，就係呢啲所謂嘅民建聯、呢啲工聯會，佢哋同我哋講：你飲得佢嘅水，要知恩圖報。佢忘記咗係我哋消費去買佢嘅水，令到佢哋得以發展。我哋放棄咗我哋香港嘅海水化淡，自己嘅食水資源。调翻转，原来佢哋落嚟消费，佢哋恩主心态，我哋香港人就要受委屈。好简单嘅就个道理，政府所谓嘅香港特首。其实你见到曾荫权就知噶，佢系想办法顶住大陆，令到香港可以喺一国两制底下做我哋香港人应该做嘅嘢。我哋香港系一个经济城市，我哋过好我哋嘅生活，因为系两个制度，亦都顶住咗香港人嘅诉求。难做噶，特首系难做噶，但系。如果你冇能力做，咁你可以唔做。咁你话哎呀，好多痛脚，有多人嘅阴谋论，我唔会讲呢啲。但系呢一个先就系事实嚟。香港呢几年嘅撕裂，我哋有目共睹。而大陆人对香港人，以前喺2003年佢落嚟，佢香港人系佢哋学习嘅对象。今时今日系佢哋歧视香港人。而最大問題嘅就係有一班香港藝人，好似肥媽呢啲，跟住屌你老尾，最緊要就撈金，最緊要就係做大陸樓盤廣告，跟住撲上去，跟住歌頌大陸人呢啲咁嘅行為。黃之峰當日話佢起底，結果啱啱好判囚3个月。对警员起底，判囚3个月是有煽动性的，仲要罚款50,000。到今日你见到对空姐的起底，我哋的所谓国安公署，我哋的警察有没有立案调查？因为我哋警察不停同我哋讲紧一样嘢，就是起底是犯法的，叫我哋唔好做。但是当人哋对我哋香港人做呢啲行为嘅时候，你视而不见，冇人要求你有特别嘅对待，而系一把尺。你可以对黄之锋咁，我都觉得黄之锋系抵坐3个月，同埋罚款50,000嘅。咁起底空姐嗰啲咧，我哋政府有冇出嚟，或者评基会出嚟讲，喂，你咁样嘅行为煽动人哋去网上欺凌人、啊？是咪？何况社交人哋 Facebook 系冇预你睇，或者人哋 IG 系冇你睇，冇预你睇，人哋系俾自己嘅朋友睇啫。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嘅香港，而更重要嘅系乜嘢？就系而家我哋。嘅政府係帶頭做緊呢樣嘢，帶頭兩把尺，帶頭去真真正正咁樣漠視香港人嘅生活，連民生事件都係，唔好講圖書館，圖書館你話有啲嘢係唔好嘅，你禁咗佢，而家蔓延到只要係嗰個作者，即使佢講
飲飲食食，講一啲中國文化嘅都要全面下架。你話佢某部分嘅言論唔啱，你咪削咗佢咯。但係有啲佢啱嘅咧，或者有啲唔係呢一回事嘅，香港都唔容許。乜嘢叫做言論自由？乜嘢係大家我哋社會認同嘅一個道德標準？而破壞呢個道德標準兩把尺嘅，就係而家我哋嘅鄧炳強、我哋嘅李家超，甚至林定國、陳國基。點解啊？當人哋提出質疑警察嘅時候，你就話人哋煽動；當其他質疑甚至對三個空姐不停咁樣追擊嘅時候，甚至未真正嘅調查了解呢件事，未審先判，跟住你哋就去譴責人。佢哋只不過講咗幾句你哋認為唔啱聽嘅說話，就得到連飯碗都唔能夠俾人哋做落去，甚至炒魷，甚至打壓，甚至公開大量嘅人恐嚇佢哋。但係當警察犯法嘅係一小撮人，而平機會最好笑，乜嘢叫做歧視？當大陸人而家話我哋香港銀紙係臭嘅，係咪歧視？平機會有冇出嚟講一句？當大陸人落到嚟香港，去到淡仔食嘢嘅時候，話佢唔識普通話，咁係咪歧視我哋講粵語嘅人？唔識普通話，原來就係一個歧視。當我哋香港人話俾佢聽，我哋一般用嘅係粵語同埋英語嘅時候，我哋就歧視佢。今時今日中港嘅撕裂問題，其實全部都係因為我哋特區政府嘅縱容所造成。你要香港變翻和諧政府，你話要香港要復常，攞翻一把尺出嚟就得噶啦。只要一把尺，我相信香港人係一個好包容，甚至講翻清楚。當大陸有啲不實嘅言論、假消息，好似香港係咪汶川大政大地震捐咗220億翻大陸，而家大陸話冇，我哋特區政府點解唔講啊？為香港人攞翻個公道，跟住你就話：喂，點解你哋啲人唔捐贈器官啊？好多香港人就係咁樣，點解會唔捐贈器官？就係佢覺得我哋香港人做得幾好，甚至捐贈器官係幫助香港人嘅啱。但係只要有少少係諗住送翻大陸嘅，佢哋都唔願意，因為到時候我哋香港人做幾大努力去對中國嘅同胞嘅時候，竟然得出的結果是零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試下訂閱科金看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秘財大飛王天下，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我先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，阿朗哥特地為我煮了一味的，是不是叫台長的這個牛扒呢？台長西亞牛扒。我要介紹一下這個即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。第一樣東西，單手可以吃的，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柳，西亞牛扒。那它有吃比較得來苦蝦，還有這味蛋呢是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沒有完全沒有澱粉質的。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呢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大家嚟啦，跟住落嚟啊！
一定要點呢味台長西冷文化、啊、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和支持梁錦祥風藝室和他的節目，多謝大家。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